王总，王总，蓝西西，王总，别扛了，走走走走走。王总，我还是不做了。我是过来给你送东西的，东西在这儿，我就先走了。装什么？来就是来卖的。王总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只是过来给你送东西的。误会什么？我妈收了我30000块，早就把你卖给我了。你放开我！哦，对了对了，还有你那个小闺女也一起卖给我了。钱还在这装什么贞洁烈女？再不乖乖听话，我可不保证对你的小闺女会做些什么。